盘点小学生的迷惑行为。咦，五兆圣地，大家快看，这是我妈妈给我新买的魔仙棒。哇，哇塞，好看的嘞，羡慕啊。嘿嘿嘿，你们没有吧？是不是又生了大病？感觉精神不太好的样子，他是小贝吧？少啰嗦，快给我拿来！嘿嘿嘿，魔仙棒是我的。小贝，你是不是当我们傻啊？看招，疯狂乱转！哇哇哇！你不要打我！好了，我不装了，我都跟你们摊牌。这一切都是我的弟弟逼我这么做的。你有什么证据吗？没有证据，反正不是我自愿的，你爱信不信。你在把我们当傻子吗？二，考试选择题全靠梦。走了，昨天晚上打蛋仔去了，一下都没复习。天灵灵，地灵灵，太上老君快显灵。呀呀呀，我真是个大聪明，这题选 C。 糯米糍，不要在考试的时候大喊大叫。三，看到大佬就冒充。呀，这个糯米糍居然有100多万粉丝，看到的视频也不如怎么样嘛。听声音肯定是个小学生，看我怎么冒充他。喂，你为什么跟我长得一模一样？这句话不应该我问你吗？我才是真正的浪里白条糯米鸡，你这个家伙居然敢盗我的号，赶快给我还回来。我什么时候长胡子了？喂，你冒充能不能用点心啊？哼，反正我就是真的。你 GM 能不能要点脸皮？